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启动第二阶段的特别企划，以小组比拼的形式，输掉的小组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发生。一个小组全部没了，我想参与一下。这个机会既然就是在我面前，我肯定是不会选择放弃的。是，虽然不知道这结果会什么样，但是我会尽全力想挑战一下队长这个，就是想当这个队长。对，然后6-1-1，白练成钢，玉练成王。